摆事儿吧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真想求你。那你说吧。欠钱还不起，完事儿吧，欠钱是这人，我前男友他现在的女朋友，人家因为这事儿成天干仗，完我还还不起，完然后我也不知道咋整啊，你给我出个招吧。要不模拟一下子看小伙到底有啥能力呢？我演那个别人的媳妇儿，然后我让他看看别人媳妇儿是怎么要钱的。来吧，来下来吧，摆事儿啊。我是现任，他是前任女友，然后他冲我老公借的800块钱。你整个老公出来，大家就知道这个人了。啊、我觉得现场是不是王哥最适合演我老公？哎呀！万！哎，别说，不是大家看他俩有没有夫妻相？有。太尴尬了，这关系。啊、哦。你说一前任一现任。完，我领着现任见前任，不是这中间偶遇，不是路上偶遇。你主要是在一个村里处的，你说你想啥来着？你想啥来着？听说8年前你俩处对象，完你冲我们家老王借800块钱。8年前没你呢，我借咋的呀？你这么唠嗑啥意思？你知不知道你欠我钱？你知不知道你比我矮一层？行行，别这么冲。那哎呀，你心疼了是不是？我跟他冲你。老王的一世英名啊。王涛，你别那个激动，不就八百块钱吗？你看我来时候吧，这个路费我拿好几千，你看我都花没了，我就剩700块钱了，我替王哥还就完事了呗。不是小伙，你能不能展现你的能力，动不动就掏钱就没意思了，行不行？我头次碰到这么能耐的，佳美啊，把我干没电了。就是、你王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王哥都放弃了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